牌的新品发布活动。值得一提的是，素有360度无死角帅哥欧巴的现身，不仅引来了无数粉丝的追捧，现场三次变装的爱美程度更是让大家大饱眼福。真的很有压力。굉장히부담스럽고일단감사합니다近日频繁往来中国的李明浩让大家对于他的中文程度十分期待。现场他在表示自己平时学习中文的时间不多外，也毫不吝啬的大秀常用语，更亲切的慰问摄像大哥辛苦了，获得了现场媒体一片赞许。我爱你。이런필요한거이런필요한거没关系，辛苦了。哇！再见。即将在7月28日开启内地首场演唱会的李明浩，是否会安排特殊的环节犒劳粉丝们呢？其中中文歌便是他首个考虑的选项。아그래서제가사실중국노래를제노래두개발라드두개를중국어로불러보고싶어서가이드를사실은받아서받아봤는데이게굉장히단시간에좀연습을해서는좀불가능할것같더라고요굉장히좀어렵더라고요그래서가이드만들어보고서아이번공연에는시간이너무없어서좀힘들겠다했고기회가된다면다음공연에는꼭중국어로준비를해서중국어노래들려드리고싶습니다